给我好好洗啊！放心吧，莫哥。喂、啊！50块钱，行吧，50就50吧。莫哥，你手机卖给手机店太亏了，旧手机可以高价卖掉的，你几十块钱卖给手机店，人家转手就几百卖给平台，难道你是为差价嘞？真的假的？你把旧手机直接卖给平台，我之前有台用了2年多的华为手机，我放到那个转账 APP 上卖，还卖了800多呢。他们还能上门取件，不用出门就可以把手机卖掉，特别方便。点击视频左下角下载转账 APP， 点击旧手机换钱，输入型号，3秒就可以出价格了。你看你这部手机还值1000呢，而且还有人免费上门取件，特别方便。真不错啊！如果你也有不用的旧手机，也赶快点击左下角换钱吧。大家好，我是猫，我是耗子，今天来讨论一下大家都想知道的问题，鼻孔喷面。有很多网友留言问我们鼻孔喷面是怎么做到的，甚至还有人想拜师学艺。其实很简单的，这也不是什么非常难的动作。有谁知道我们是怎么做到的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这一路拍视频过来呢也不容易，没有收入就没有办法给大家带来快乐，所以然后我们也会接一些推广来维持生活和拍摄费用。今天这个视频会有点广告性质，希望大家先听我说完，理解一下我们。相信很多人家里面都有旧手机，要么在家里面放着落灰，要么卖给手机店或者收废品的，还能卖个几十块钱，不如直接卖到平台上。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卖了钱。